李俊毅委员，质询时间12分钟。好，主席，各位先进，麻烦请消防署叶署长。请叶署长。委员好。署长早哈，所以我请教一下哈，我们最近这几年，我们火灾的次数是不是有减少的现象？没有错，对，是你们技术越来越好，还是怎么一回事？哦，没有，最主要我们做了很多这种预防防范的工作嘛，对不 对, 對, 對, 對？防范工作要做好嘛，好。对 对, 對。那火灾减少，但是我们殉职的同仁并没有减少，一百年哈，我们殉职的没有，101年没有，102年3位，103年7位，104年6位，没有错吧？对。那怎么一回事？最主要现在是那个火灾的这种形态是多样化。就是形态越来越多样，那所以我们必须如何防范，这个是你们消防署应该做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所以现在我们对这不管软体硬体我们都在强化，都应该要强化嘛，软体跟硬体都应该强化。好，我们就来问这个问题。来，苏导，我请教你，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消防法？有消防法的第5章里面，就是从28条开始，是不是规定有关如何运用民力的部分？没有错，没有错。那运用民力，其实我们讲的就是一般共给的是义消嘛。对对，我们义消现在全国有多少人数？大概38000多人。3万多人嘛，对不对？义消的职责是什么？义消职责最主要是协助我们消防，协助消防队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他必要的时候有没有必须要进火场？就是说他经过我们的训练之后才训练之后，他其实等于这个消防队之外多出来的民间力量嘛，然后必要的时候如果需要进火场，火场人不够的时候他还是得进嘛，对不 对, 对没有错吧？对，没有错吧。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义消的任务其实跟我们正常的消防队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吧？如果进火场以后没有什么太大差别，看当场的指挥官怎么调度而已嘛。对，好，那他的设备应该怎么样？它的设备当然，如果说进入火场，当然要比照我们比照消防队来处理。好，你们28条里面是不是还有规范一条，叫做义勇消防组织所需器材之经费由中央主管机关补助？有没有这条？没有错，所以我们现在正在，所以就是你们嘛，没有错嘛，消防署嘛，没有错嘛。好，你们除了这个，你们另外还有定了一个义勇消防组织编训及服勤办法，没有错吧？没有错，哦，啊，这18条来的嘛，公安做清楚嘛，18条公安做清楚，您来负责嘛，你那个给，哦，这个你们要负责嘛，哦，来，我请署长看一下，哦，最近不是正在检查，这是整个义消的配备，一个袋子，里面有各种装备，袋子现在都打不太开了，我问署长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的这种消防帽，消防帽这一块是什么？那个是我们的护肩，这一块是护肩。对对，哦啊，它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是万一有掉落物的时候，可以不会弄到我们的脖子。OK， 那所以这一块其实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头套了，当然还有一个头套嘛，但是这一块其实也属于重要备备嘛。对对，我整个这个义消总队。全部去找，剩两顶，剩两顶有这個，剩的拢无。哦，来，你搁看，这件什么？我们的消防衣。消防衣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一件的配备跟一般正常的消防衣不一样，也不一样。基本上是。我们进入火场有进入火场的这种规定，进入火场有进入火场，还是银色的嘛？啊，尽量是普通的嘛，对不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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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？但是有时候必要还是在火场，还是要穿这件来处理嘛，没有错吧？没有错吧？基本上这件大概很少进火场了，很少进火场了哈。来，那个署长知不知道这一件什么时候做的？知不知道这件什么时候做的？当然这种情形，当然要看他们那个县市消防局他哪一年招标的。哪一年招标啊？其实刚才不是讲过，义消的配备都是由你们中央补助吗？哦，不是，
我们补助就是说补那个地方的不足。来，你看后边啦，这对几年的？对几年的？后面有写啊，写得很清楚啊。这一件制服是921地震用921重建基金当时买的，换句话说，从921到现在都没有嘛，没有新的吧？因为规定的话，哈，这种装备的话是以地方为主，我们中央只是给他做补助这样而已。您做补助嘛，来，你们补助其实95年到98年有一个充实义勇消防组织装备器材4年忠诚计划，没有错吧？没有错。98年以后就通通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做检讨。是啊，啊，为什么98年以后就通通没有了？因为王金平是义勇消防队的总队长，所以马英九说不可以补助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，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无关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无关啊。但是义勇消防队你们就不补助了嘛？哦，不是啊。所以他们现在戴的帽子，他们有时候要进火场，连这一块都没有嘛。穿的衣服是921重建基金来的嘛？来，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消防靴。消防靴，请问这个防火不防火？基本上我们那个消防靴是防以防撞为主，就是保护那个脚步为主。这咱二少兄弟大家讲哦，这吼比火的较歹穿啦，比火的较歹穿啦。啊，拢重唯一的功能是防水啦，其他通通没有了，其他通通没有了，重的要死，很难穿嘛。问题在这里嘛，再来。这件是吧？那个我们裤子嘛，消防裤，消防裤嘛，对不对？消防裤带有一个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那是肩带。肩带嘛，对不 对？肩带就是要穿起来、背起来，按物件啊，不要按拍物件嘛，对不 对？对。啊，你有没有发现我这套设备里面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我这套设备里面少了什么？面罩。就是那个我们背的空气呼吸器的。空气呼吸器还少了什么？进火场最重要的什么东西？就是保护脸部的。脸部的还有什么？有没有手电筒？有没有手电筒？手电筒这种东西，我刚已经特别强调，这种基本的这种装备，其实地方都自己要去编。手电筒现在依照规定是要自行购买嘛？你叫所有的义消去自行购买手电筒、啊、哦，不 是，而且你们手电筒的配备跟一般的手电筒配备不一样哦。你们叫做 L 型手电筒嘛，对不对？进火场里面。那县市政府要去，县市政府爱出力嘛？对，啊，所以拢跟恁无关的嘛。哦，不是，来，我再问一个，来，我再问一个哈，请问你们是不是每年有所谓的义勇消防竞技大赛？每两年一次。每两年一次嘛？对。请问今年有没有？明年，今年没有。今年没有嘛？哈，那它是奇数年才，奇数偶数年才有嘛？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那我请教一下，这个部分有没有补助？这个只有补助那个主办的县市，只有主办的县市，过去有补助，现在没有嘛？过去补助这个参加义勇消防队的竞技大赛，哦，补助装备经费28元嘛，补助器材10万元，补助服装10万元嘛。对，但因为我们的预算、啊，今年通通没有嘛，我们预算被砍，预算被砍嘛，哎，预算被砍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义勇消防队员。穿着这样的设备，穿着这样的消防衣，921重建基金会买的消防衣，照样要进火场，照样执行乘务。然后他现在要去参加你们所主办的竞技大赛，他什么设备也没有，他也没有任何补助，然后自己要花机票钱，要花火车钱，自己坐到当地的比赛啊，然后还要自己找住宿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对，但比赛的部分的话，因为预算被砍的关系，所以逐年就是、所以拢无嘛，啊，这种嘛拢不是恁的代志吧？你不觉得这个很重要吗？对啊，我们当然你们要训练，你们要比赛，你们就要给人家相关的经费嘛。所以在今年的话，我们已经重新要拟定一个新的纵横计划。今年才要啊？对，今年才要，明年就比赛了呢。啊，所以你们今年送来的预算没有呢？你们今年送来的预算没有呢？对不对？有，明年的那个，不啦，明年的消防竞技比赛，你们没有编任何的补助费用嘛？没有，明年的有关那个装备，他们要用的这种装备的话，明年有的是装备，本来是4年计划，本来是4年的中程、长程计划，94年到98年，98年以后要编嘛？你们通通没有编嘛？没有错吧？
有，那我们不是啊，就明年的那个。我的，我的工作就是在嘛，九十八年以后你们通通没有编嘛。对，对嘛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的消防义勇消防弟兄就这样，穿着最烂的设备，穿着完全配备不足的东西，对讲机要自己买，手电筒要自己买，然后冲进火场。哎、欸，报告，报告，虽然过新年，不是这样子啦，因为我们安全还是我们最重要的，而且这种东西基本上预、啊、算也不编啊。对了，对了，你知道我这个哪里来的吗？我们嘉义是同分队的，我们嘉义是各分队，我每一个分队去跟他座谈，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，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。这是所有嘉义区所有的义消分队里面最好的设备，通通拿来借给我。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：委员啊，替阮讲一寡话好唔好？替阮讲一寡话好唔好？叫阮穿这个，叫阮逐项拢袂顶袂当，啊，叫阮去冲，啊，这样怎么跟我们消防队弟兄交代啊？啊，署长。九十四年到九十八年中程计划完以后，为什么就不见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义消基本上他是署长，我想这个很清楚。好，下午审查预算的时候，我一条一条问你。好，谢谢。我们请警政署长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请陈署长，陈署长请回。立委好。好，署长好，署长我请教你你上任以后，你是不是曾经说过，你们要减轻警察同仁不必要的负担，对不对？是是。那减轻同仁不必要的负担，你们归类的总共有二十七项嘛？警政署全国的部分二十项，二十项。对，能不能先把这二十项到底是哪二十项交给我们内政委员会参考一下？可以。好，那我请教你，这二十项以后列出来以后，你们具体落实的状况是怎么样？要不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？大部分县市都有按照这个规定来做了，大部分县市，对对，少部分的他们如果特殊状况，我们也尊重。这里面是不是有包括其实不必要的警察勤务，包括人家办活动或是人家办庙会去不必要的支援、不必要的巡查、不必要的交通指挥，这个部分其实也是省略的一项嘛？对，对不对？我们请他们啊，请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做？有做，都希望警察机关协调用民力的，他有义交，有其他的这个。其实这个要用民力嘛，有义交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巡守队嘛，是，好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你嘉义出身的嘛，好，你在嘉义市做过警察局长嘛，好，我们还是同事嘛。那请问你嘉义市最近的庙会很多，庙会很多，是不是每一个庙会仍然派警察同仁在那里执勤，派警察同仁在那里指挥交通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是如果要耗资的部分呢？所以如果是整个是你们警察要减轻的勤务的项目里面，你们就应该彻底执行了啊，不然基层警察同仁说啊，你都累二十项啊，有做无做也无差啊，特别来的派我去做工过。累死了，你知道我们嘉义市你也很清楚嘛。嘉义市三百六十五天有几天在庙会，你知道吗？超过三百天了，超过三百天了，我早拖早有没倒嘞？哦，所以就简单嘛。所以这个没有必要的勤务啊，没有必要去分担这种功力，这个拜托民力来支援一下嘛，不要把我们警察同仁的时间再浪费在这里，这很清楚。这还是你们特别列出来二十项减少我们基层警员的勤务的项目之一，那你们就应该具体落实。好，来，署长，我下午的预算里面我会请教你，你们具体落实的方案是什么？预算在哪里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请回。这个李委员要麻烦你，就直接上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段宜康委员。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我们请陈部长还有。